大家好，我是微积分十级的课程设计者和授课老师单维章。我是中立中央大学数学系和师资培育中心合聘的老师。这门课程想要提供基础的微积分概念和操作技能。我们已经知道啊，当 f of x 的函数值都是大于或等于零，而且它在整条实数线上的积分等于一的话，那这个 f of x 就可以担任几率分布函数的角色。动画里我把曲面画在了一个立方体的这个框框里面，然后我们用滑鼠拉它，把它旋转，或者是把它上下调整一下观看的视角。经过这样子的观察之后，我们不难发现这个曲面是完美的对称于 z 轴。现在我抽出这个红色的线段，想象这个红色的 线段呢在旋转，旋转出来就是一个圆柱的曲面，就好像我们拿来装蛋糕的那种圆形的盒子的旁边那个墙壁一样。把那个圆形的曲面呢垂直切开来摊平，应该就知道它是一个长方形。这个长方形的底也就是它的长或宽了。还没有选的话，就现在把它换成 GNU Plot， 然后按确认。按了确认之后，我们应该会看到像这样的一个图形。相信数学加电脑可以升级我们的大脑。